遇见泰鲁格詹惠美墨彩创作公益展，2013年6月1日至6月29日，于宜兰人故事馆二楼绿洲艺廊展出。我遇见泰鲁格，就是我想要再见到泰鲁格那种美丽的面貌，好，所以这一次的展览就主轴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啊，惠美老师这一次的展出哦，它是一个公益展，好，那所有如果这个画作典藏的这样的一个所得哦，一半要捐给我们花莲的0403的这个赈灾哦，那这些画作就是把那瞬间哦永恒的留下来哦，这个真的非常难得。在此我就谢谢惠美老师哦很用心，那也谢谢策展人哦在这个当下来做这样的一个展览，我觉得那个 timing 很适合。那也谢谢大家的光临，那多多支持哈，就是对这次的义卖活动。我发现到我们的艺文界，无论在艺术、音乐、体育、文化交流各方面，都其实台湾非常的强盛，也非常的优秀。那我们政府这一端需要再更加强在艺文方面的推广。这个艺术它是个崭新的作品，它最近画了很多小品。那这些小品是不是因为我看自由比较便宜啊，因为照财数算啊，但这小品是不是表现都不好呢啊？错了，我们各位晓得啊，我们这个当画画的很可怜，我们画除了说让这个第一个是同行嘛，大家看一下好的作品告诉你挺多哦，第二个呢就是你收藏家喜欢你，第三呢就是你自己追求自己更卓越更上一层楼的这个意境。以我也是个画画的啊，他的作品是值得收藏，而且这份爱心呢更是值得我们尊敬，希望这次呢画展成功。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个展，你这次主题要用什么样的主题啊？因为我的展览通常都是他整个都是从头到尾由他在策划，我只要负责画画就好。幕后的那一双推手，他让我们这次来做不一样的，来做义卖捐给那个巴黎。这个他这样一讲完，我二话不说，头脑也没有再特别想什么，就说好，然后就朝着这个目标去进行。平常都是我听他的话，我没想到这一次他这么听我的话，一口气就答应了。刚才可能特别也感受到，他可能是练我的，只是经过我们三个情况。过天气不错，希望花莲也能够雨过天气。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长卷哈，是22年的长卷。那它是从我们如果说我们从宜兰哈往泰鲁格中部横贯公路走的话哈，就是从东海岸太平洋那个地方日出，然后一直进来。清水断崖一直到中部泰鲁格的那个中部横贯公路的那个台楼一直进来，就所有我们说中部横贯公路最经典的一些场景都涵盖在这里。下水岩溪它是描写泰鲁格峡谷的一些景致，那其实是用我说的是细末，我们讲的细末，它不是一笔春沙做出来的。那我是去做的，玩了这些墨，然后去把它剪接，去拼接，成为泰鲁格的山水原型。这个展览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的微型作品。如果以这个来讲，它就是7公分的直径，一个圆，一个小圆。可是你去细看它，它的构图方向，它并没有说。因为小而忽略了很多东西，它还是很有意境，很有那些笔触啊那些感觉。那这次为什么会做这些微型的一些创作呢？其实就是，当然，场地我们在展出的时候，场地也是一个很重点的。